们玩你有我没有。你笑什么？天哪，你笑什么啊？笑什么？啊！明显明显。还插个什么？讨厌。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不想要。我正在看前一集，看的是什么？菲儿，你有180没有是吗？他说菲儿有180，你有没有？这是谁放的弹幕？我没有。你看到什么好笑的，你念出来嘛。菲儿在红毯摔过跤，你有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他红毯真的摔过跤？他们聊这个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真的摔过跤？好久。好久。真的，以韩国啥来房地产？没有这个必要吧？有几辆车的吗？收得到，收得到。啊，你他妈只收这个干什么呢？相信我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都吃死。小三，你回来。完了完了，他们给你全暴露了。十天修复。你他妈搞这个干什么？你还把这衣服出来干什么？哎呀！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那么愤怒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事情几年了，4-5年了吧，我他妈的还在笑。我觉得我摔一跤能让大家笑5年，那每次看到都开心，那我再摔一跤好了。我明天我走我家楼下，然后我把摄像机放那，然后我再摔一跤，大家再笑5年吧。啊，既然这么好笑的话，那我就有事没事摔一跤好了，给大家续上。啊，我不愤怒，我已经没有愤怒了，很坦然。他们就是你们弹幕就一直在刷，一直在刷，然后人家才会
是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！你他妈新放这个片段在什么？神经病！